盘点使命召唤手游掉大分的征兆。征兆一，当玩家进入游戏时，我方队友音调不太对。太阳出来，我爬电线杆，爬上了电线杆，我抹电线，一路火花带闪电呐，跑到了阎王爷的面前。这类玩家的意识似乎永远都在操作前面，甚至队友很逆天的操作也赶不上他们的意识。征兆二，排位模式惊现传说角色加神话枪皮的。这类玩家一般都是主播或者身法大佬，遇见这类玩家，这把游戏估计就已经凉一半了。征兆三，遇见昵称上带有俩数字的，比如三勤奋的小鸡，七四无情的饮料，八，这类玩家更注重体验，当然不是游戏体验，而是更加注重欣赏风景，当然心态也是最好的。我来，力完成任务。你妈的个！那边他妈有人呢！妈了个！你妈了个！摘了！